现在不能动，因为万一等一下这一只带食物出来，顺便来表演的空中交接。但是看着这时候的习性，不像是空中交接，没有要那个现实或是耳度的情形。我觉得空中交接的机会不大，所以我在跟郭破讲话。上面这里，快点！我这次标志都超稳，因为我坐在这里。拔毛这只是公鸟，对，没关系。然后右上角那只休息是母鸟，因为体型有差。母鸟一般比较大，然后公鸟会比较小只一点，然后颜色比较鲜艳。不过这边这一对不好分，这边这一对其实体型差不多，对，不会差太多，不像其他的地方就差很大。等它飞的时候我再拍一下，你现在可以看出来。好，你一直走来走。这画面可以啊，嘴上都是毛，然后觉得今天对焦有点问题，我觉得好像有没有很酷啊，那天对焦有时候会稍微追不到，42%的电应该可以撑到它吃完。为什么会吃这么久？可能毛太多吧。好，差很多。大概这边这一只嘛，刚才在阴暗处它还有再拔一只八哥，对，八哥，八哥啊。那个路上我不会常看到是黑色的那种八哥鸟，它是一只鸟。可是现在岩石上面有两只，对不对？右边还有一只，那个叫做鸬鹚，它是专门捕，它会在海面上，然后潜下去捕。小鸟。快！它有在海面上这边飘飘飘，然后就潜到水里面抓鱼。对。哇塞，我要吃它。快点啦，电池会没电啦，GoPro没电还是相机没电。GoPro停止录像。